开始热身跑了跑步，跑步下，现在肚子有点饿。商场什么都没买着，然后就是拖鞋没有看见，然后毛巾没有看见，就是毛巾不好看，然后我想买一个毯子，然后那个毯子它又只有一个了，然后去查，就是有个茶店看了，结果它最近在打折，然后连包装都没有，全部都是那种就是那种袋子装的，就是那种很简单的塑料袋装的，什么都没有买着。不过我现在来吃饭。刚刚吃完，真的好辣呀！你看，嘴巴大了一圈。刚刚点菜的时候，我问他可不可以选 mild 的，然后他给我说不辣。Everything, but I'm just not there yet.